早上去补作业的你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一个人都没来啊。哦，救星来了。哦，滚滚，数学作业借我看一下。啊，你别抄啊，会被老师发现的。哎呀，就一道题，很快的。干嘛呢几个人？别抄作业啊，这次又不跟你们班主任讲。我们在研究一道数学题。给我看一下。还好是物理老师呀。又在抄作业。完了，这不是物理老师。啊，起得太早了，腿抽筋了，活动一下。趁他不注意赶紧写啊。来，同学们，打开课本，把书翻到80页。新装个样子。来，带精神啊，跟我一起读。旧书不厌百回读。旧书不厌百回读。对，坐。开学第一天的你，明天就开学了，作业是一点没动啊。哎，有了，嘿嘿。这两页应该不会被发现。啊！啊，那个废品佬啊，废纸现在多少钱一斤啊？1斤5毛，1斤5毛。啊，知道。啊！暑假结束了啊，一个个的收收心了，来看看你们作业做的怎么样。不要以为我不检查啊，一本一本批。完了，写电报呢。平时没戏的时候就多练练。不会要过来我积累吧？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呀！啊，吓死杨了！字写的这么丑，自己看懂？我操！怎么拿我的看？魔魂谷。杀！滚到办公室去，拿这种东西糊弄我，以我不批准，我跟你讲，我一道一道批。哼，哪个是骗子老师吗？我过来收废纸了啊。什么啊，我还要去下个班收嘞，一天天的累得要死。那个皮影局老师不在，等下他回来了我告你。搞什么啊？忘记做家务的你，原来我是 ESTP。 你滚着，我去上班了，等下起来把碗晾了，把衣服刷了，听到没？啊，听到了。等下回来发现你没搞完作业了。他走了没啊？naririnig mo to nasa kabilang banda kami nang hinahanap mo pamparam p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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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umabay sa bayan. 今天小刘来我家打游戏。呼，来了来了，快快快！ Triple kill！ 我靠，你行不行啊？我操，我妈好像回来了。啊，她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快快快，我去刷碗，你去晾衣服。
不行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你快下去拖住我妈，快快快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！电瓶车等到人家拆了吧，下去挪一下。快去了吧，都卖掉了。不好意思、啊。没有啊。啊，有诈！滚子，家务做了没啊？我早就做好了。衣服怎么湿的啦？哦，可能是他空调吹多了，得了风湿病。吃什么？哦，中午吃那个螺蛳粉不够臭，我放进去腌一下。当你妈不让你跟某个朋友玩，杀！我出去了，在家好好给我写作业，没几天开学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太好了，叫精神小刘来玩。不要再跟那个不三不四的精神小刘一起玩，我跟你讲。小刘，来我家玩。有点饿，点个外卖吧。偷偷刷剧。快乐刷剧啊。为啥？作业写完了，刷完开心，开心没我他。下来拿外卖。哦、好好，我下去拿。肚子疼，熬个死。拿给牛滚子看看他在干嘛。怎么不接电话？有鬼！我妈怎么那么快回来了？不行，赶紧叫精神小刘走！烦死了，那个谁一直响响响，怎么不接啊？哎，溜出去玩？哦，不是，肚子饿了，拿个外卖。哎，妈，怎么声音不对啊？啊，好像闹肚子了。完了呀！怎么办？哦，个水仙。这是羊拉的屎吗？你还没擦屁股？偷完电脑的你二，我出去一趟啊，在家给我好好写作业。啊，去吧去吧。妈，我查下学习资料，等我回来再查。妈，那你晚上什么时候回来？六七点吧。妈，我晚上想吃红烧肉。妈，我要开始打游戏了。唉，终于走了。
这次绝对不会被他发现。这初装也不是很好啊。我操，他不会回来了吧？妈，我有道题不会，帮我看一下。等一下再看。冰冰凉凉，看来是一阵没完了。哎妈，你怎么这么不相信羊啊？妈，你出来教我一下这道题啊。我看看。32+8，这个我也不会，百度一下吧。这可能是查理喜欢的大数据。